有一次我在睡觉，然后后来他就突然突袭我房间。我那一天就是睡觉没有穿内裤。哎呦！本节目有多大胆？哎呦，那段 VCR 我们拿来播了，漂亮！来，请看无内裤之 VCR。为什么都跟男生搭配？首先呢，不要怕，在头上放放很多的水，那你有没有到满吗？到了。你差不多等个5到6秒钟的时候，1、2、3，好，然后你就可以翻。哎，是水肿不见了，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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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就是它会让水消失是吗？然后变成这样子。你的也要等6秒。哎呦，牛奶啊！我没有啊！你不要问我，你没有吧？你的是小子啦，你的不是小子啦。哎，好，好，这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，生活小常识，对，消失的水。那人来了没？人应该来了。来来来来，好，人不会消失。来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你一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抗品星，然后我的频道也就叫抗品星。哦，抗品星，抗品星，那个字叫抗，抗抗，这是姓吗？对，这是哪里人？抗龙有悔。这是大陆山东青岛。啊，青岛，青岛，你是哪里？我是泰安。你是？我青岛啊。对，哎，你们同乡。讲什么谎话？啊？说谎啊？没，你怎么想的？我们青岛有这个字啊，但旁边有加一个土。因为我们青岛老家啊，在冬天的时候都是睡在炕上。这我还第一次听到山东人青岛，包含整个山东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氏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可是我爷爷跟我爸爸也都这个姓。那不然呢？你爷爷姓炕，你爸爸姓什么？当然姓炕啊，不然呢？我爷爷姓炕，我爸姓巨，炕巨。哎，来。请问一下，你当初这个拍这个影片都是在护诊的吗？有很多都是护诊的，就是有护诊，也有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能光说不练。哎，疯狂大对决，哎，又来啊！来干嘛？谁给你？来，我手上有2杯粉，看不出来。来，看起来都一样，看不出来。好，过来。你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来。哎，我们不要每，因为每我们家庭是6个人，有有剪刀石头布先，剪刀石头布，我们来，那么6个人嘛，6个人，我们选2个人。如果说剪刀，好啊，我们六个人选2个人，6个人，那就选你们两个，对啊，就这样。那你就要学好了，来，组织的，剪刀石头布，我们两个，剪刀石头布，要到布，好，赢的先选。这2杯你要选哪？选的不一定会赢。对啊，换一下，我赢了也没有优势。小苏打，看不出来了，快点。好，要看啊，这个。好，来，两位请到前面。来这边，你都不会湿到我。没有，坐在板凳上，坐下。对，坐下，坐下。来，坐正上。对，坐下。好，来，自己手这样拎着。大哥，你们这种时候倒是蛮注重卫生的。对，拎着。脏了也不会破坏环境。好，哎，我看前面哈，我怎么长得有点像不像我自己？来，手，你们演一个眼睛闭起来。我们眼睛闭起来，预备，首先是张立东的，预备气，要几秒？5、6秒，对不对？6秒，大概6秒。那现在可以开始数了吗？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4秒钟，不要动，5秒，眼睛闭起来，6秒钟，时间到，还没有，不要动作。好，深达，1秒钟，2秒钟，好，3秒钟，四，都不要动哦，眼睛闭起来，5秒钟，6秒钟，来到，哎，到自己，一起到，1、2、3，不会啦，哎呀！我受不了，全拦不下来呀！哎呦，这个凝固了耶！好快哦！等一下，这个第一次赢哎！对。这边冰怎么湿成这样？这边软软的。你怎么玩成这样？我怎么爱玩水？好冰哦！玩水好爱玩。它就是消失的粉末。好，来，我们到后面来了。哎，我要去吗？你怎么发现这个事情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找什么整他，
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，我就上网查，然后我就查到那个消失的坟墓。这个是你整他吗？对。他有没有整你什么？哎，对啊。他整我蛮多的。例如呢？例如、哦，有一次他就突袭我。他怎么例如那么久？因为我突然觉得那个很好笑。怎么样？就有一次我在睡觉，然后后来他就突然突袭我房间。直接拍吗？对，他就一直在拍，一直在拍。然后后来我就拍哪里啊？因为我那时候拍你在睡觉，拍在睡觉。然后对，那时候他就敲门，然后我就去开，我以为是他自己要进来，我就赶快躲到被子里面，我继续睡。结果后来他就说他在录影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录影，我素颜，而且我那一天就是睡觉没有穿内裤。”哎呦，真的、啊？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本节目有多大胆？哎呦，那段 VCR。我们拿来播了，漂亮！来，请看无内裤之 VCR。想看少女跟男生的房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我今天就要突袭抗平行的房间。哇塞，哇塞，好恐怖哦！这边就是少女的房间，然后她的床。发光，重点要来了。里面全部都是他的内裤。好了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不是这个140万人在看什么意思？通通被骗了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就幸好没有拍到了。幸好。来，张一中，表现一个，张大一个，突破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拍影片会影响到你们的户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就是他喝醉了，我就在拍影片，然后拍他喝醉的样子。后来他就拿他的卡给我，然后我就不小心忘记把那边打马赛克了，然后就是被有心人士拿去盗刷。盗刷？对。盗刷多少钱？大概有2万多3万。哎呦塞，那他不掐死你啊！幸好他没有骂我啦，他反而还来安慰我。其实这个护诊是有种小情绪的哈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次猜那个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而且我觉得你们这次应该会换热水。你很好哎，我不能乱提，我不能乱提。你想歪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坐。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快点，快点。什么东西啊？有啊，一条没洗过，看起来就没洗的。行李好小一块哈。最近出国都是在工作，对不对？去了几个国家？我去了越南、日本。等一下，马来西亚。你是鸡同的？不是，我要跟你们说，办事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很厉害，就是他们，就是那个是杨森达跟张立东有推荐给我这个。张立东推荐的，你信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有一次。等一下。你出国带这个干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你是开坛的。不是，有一次我去越南的时候，就是莫名其妙搞到行李不见，然后其实那时候很奇怪，就是行李明明在同一个地方，但还是不见，然后心里就毛毛的。我后来跟他们说就是出国要带这个，就是可以保平安。这张立东卖我的。给我卖你，他还有点收钱。他卖多少钱？他说原价好像是，他有说是大概3000多，我买1500。张立东，你没有把他钱还给他，加倍还给他，我就砸这个渣你的头。这没有。快点，快！什么东西啊？有啊，一条没洗过，看起来就没洗的。不是，我昨天刚洗啊。刚洗怕什么？湿的，刚脱下来的吧？不是，没有晒干，还没有晒干，我很害羞了。啊，这个不能怪他。那个胸贴。啊，这一定要，你一定要，你这个我的老天爷，习惯性走光，而且你要大版的吧？你没有带换洗的衣服。他不换洗，他就这样，他就靠那条内裤啊。哦，对，穿穿不干的嘛。就大家收工了嘛，他就到海里，我洗个澡。没有在干洗。可他的重点就是下礼拜把张立东找来。对，骗他骗你的钱。